大家好，欢迎收看，要你鼓掌，我是方盈，我是袁东林。然后台股今天盘中再创新高，来到了两万零九百九十四点、哦，然后收盘涨了一百二十八点，候在两万零九百八十六点，连续两天都创下了历史新高。那今天盘面上呢，电脑设备以及航运族群都是表现亮眼的、哦，像是呃中贵、呀航、龙的造船也都是强收涨停。那台积电股价今天也创千价，来到了八百二十五点，是不是能激励台股挑战两万亿的动能呢、哦？没错啊、哦，那。 这个我们之前就要一直讲嘛，只要台积电它可以保持着这个相对的这个啊高档的话呢，是指数就没有问题哈。<是>嗯、好，那我们我们看看今天的指数的走势哈。好。开盘的时候下跌啊，然后这个再来上缓缓的突破了这个均价线以后呢，一直高，一直在嗯，十二点之前一直压在这个二零九一年的下面，这个压力线的下面。哦、对。 十二点以后才开始突破，来到另外一个境界，就来到这个二零九八零这个区间哈。好，那最后终于收在二零九八六哈。<是>那这个呃，昨天美国这个道琼跟这个费半呢是表现两级哈，一个跌一个涨了哈，但是都是小涨少少跌哈。那 ARM 哈，ARM 这个公司呢，它宣布了要成立人工智慧的晶片部门哈，它<是>结果它大涨七八啊，那 呃，我我们的四星 KY 哈、哦，那就之前呢一直受谣言，就是、说啊有人在这个砍单呐、啊呃，抢单呐、啊，所以他一直这个都肌肉不振哈、哦。那今天这个 ARM 这个新闻出来以后呢，诶，今天它反而，呃，这个好像就恢复了这个动能哈、哦。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，好，那类股行情哈，<是>哦、电子类还是成交只有五成而已哈。<是>那 AI 概念股十五趴。 半导体哎十六八哦，也也减少很多哈、啊，那这个航运类股呢反而是成交了二十三八哈，就是呃因为前几天都是强势嘛哈，所以把这个这个资金吸吸引了大半过去都到航运类股哈，但是今天那个万海万海这个盘中创高，但是后来就尾盘杀下来哈，所以留了一个很长的上影线哈，这个要值得注意哈，好。 那好，老师的 line 加起来哦，扫描 QR code。如果你也不想错过标股，就一定要加入老师的 line 哦。对，嗯，这个 line line 里面呢，除了标股以外呢，还会呃分析筹码哈、哦，千张大户的这个这个、动向，还有一些基本面的这个讯息哈、哦，这个都值得大家好好的参考。好的，袁老师的个人频道也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一定一定要锁定到我们节目的最后，因为我们还有烂烂未完的波菜哦。嗯嗯嗯嗯、好，那今天呃。 加权指数呢，因为台积电大涨嘛，哈，所以跟着创了新高，哈，创了历史新高<对>啊，这个是历史性的一刻<是>，是啊。那这个呃，有很多的这个同学在问说，哎，那这个是两万一千点是来到了，那两万一千点会不会是今年的高点呢？啊，那照这种看法来看呢，哈，呃，这种走势来看的话呢，两<是>万一千点应该对于未来呢？ 好像不是，就是这么高点而已哈。未来还有可能两万和两万三哈，这个绝对有可能的哈。好啊，目前这个就是走势呢是相对的强势哈。好，那三大法人呢，呃，外资今天买超了两百一十九亿，投信四十四亿，运营商二十亿啊，三大法人都买。好，那呃，期货的空单部分，外资从一万四千五百口呢减少变成一万口。 啊，那明天那个期货要结算嘛，哈，所所以呢，这个外资是不是有这种打算呢？就是呃，把这个未平仓的这个合约一万口呢，哈，该对，是不是明天就趁机补回，或者是说还要再继续架空？啊，那 <是 S 1> 那明天的话，这个走势就相当关键啊。好，那台积电今天突破了啊，昨昨天突破了向上的。 今天仍然是维持高档，又继续往上涨哈，是，那就是非常强势、嗯、哦。那只要它在这个八百块以上呢，八百元以上呢，是，可以维持个三天以上呢。哦、那这个样子感觉好像就哎有这个味道哈，这个就是它站稳的八百元这个底线，嗯、然后会来到另外一个区间了哈。哦、好，事情 KY 哈，好、哦，它的这个第一季的获利非常好。 对，好，十五点八元，哦<是>，但是，呃，而而且营收哈，四月份的营收又创立历史新高，嗯，但是这个主力呢、啊，似乎有刻意压盘那样的样子，哈<是>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又又把股股价杀下来，哈<对>，但是我们看到其中的，呃，四星 KY 那天跌停板的时候呢，是，有呃成交值是市场的第一大，一嗯，哦，第一大表示说，哎，这个有很多这个，呃，这个有钱的人呢，在那天呢。 是买进四星 K Y 哈<是>、哦，那表示诶、哎、这个可能是主力大户刻意的哈，可以形成了这个呃，让这个四星 K Y 呃接近跌跌停板啊、哦，那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吸货哈、哦，这个这个六千多张哈、哦，那天的成交量是六千多张是啊，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呃四星 K Y 呢，它涨了这个七点五趴哈，嗯、哦，哦、然后昨天是一个小小的星星哈、哦，星星的形状，<對>所以现在这个样子呢。 就可以构成所谓的晨星哈、啊，早晨的星星哈、啊，早晨星星是一个 K 线的反转形态哈。那只要呃未来几天呢，呃，它只要不跌破这个呃这根长红线的二分之一，那这个 K 线的反转形态就是仍然有效哈。是，所以。 呃，那大概是在多少呢？是在大概是在两万两万六千，哎、欸，两千六百，两千六百一十块左右哈。<laughs> 2600。这个这个价位，只要不跌破，仍然是属于这个这个 K 线反转要往上。嗯、对，好，好那红海，呃，今天要呃，今天下午要法说会嘛？哈、哦，那啊<对>、呃，今天这个走势呢，是就是相当的多空势均力敌哈、哦，形成了一个。 呃，十字线哈，哦、是短短的这个实体了哈，那所以也不，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十字线啊。那呃，明天的话就可以知道说，哎，到底这个股价呢，是不是要持续往上走，还是说还要再整理哈？啊、哦，好,好，我们新单元一人散热要来喽。好，那这个嗯，AI 伺服器哈、哦，用每年三成的这个成长速度对持续成长哈、哦，那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。 这个元件呢，就是晶片，AI 伺服器里面就是晶片哈、啊。那运转速度很快的时候呢，晶片就会发热啊。那发热的话，就是要,是要散热嘛哈、啊。散热就是气冷或者是液冷哈、啊。那液冷哈、啊，同样的液体跟同样的空气的这个空间呢，液冷它可以发挥的这个散热的这个程度呢，是气体的三千倍以上哈、啊。所以液冷的效果是更好的哈、啊。那呃，我们在设计这个。 呃，这个 AI 伺服器的话呢，它有一个指标，就是说 TDP 哦，就是一个伺服器<是>呃 GPU 或者 CPU 处理器它达到最高负荷的时候，所释放出来的最大热量哈。那以前这个 TDP 呢都很低哈，都不到三百瓦哈。二零一九年之前呢，像 m d Intel 他们都不到三百瓦，但是现在呢。 这个晶片越来运算速度越来越快哈，像辉达的 GB 两百的话呢，它就可以达到一千一千瓦以上啊，所以这个呢就需要呃有非常有效的这个散热啊。好，那呃各国的资料中心呢，对散用电效率也要求越来越严格哈，就是说那个你全部的用电除以实际上运用在运算的这个电力呢，要让它越接近一越好。 表示说用用电效率越好，那我们来看气冷的这个用电效率呢，是在一点八。那水冷的话呢，可以达到一点三以下。对水冷的效率呢，显然就是比这个气能要好的很多哈。那而且呢，水冷散热呢，它符合这个环保的规范啊，ESG 的这个规范啊。那这个 ESG 是全世界呃的趋势哈，大家都要未来都会持续遵守这个 ESG 哈。 那云端这个呃，云端服务商呢，他就是希望他的这个用电效率越低越好啊，所以这个水冷散热呢就会用的越来越多哈，而且欧洲他们也要求说，新的资料中心呢，他们的用电效率要降在下。对，那那所以说水冷散热呢，就绝对符合哈一点三以下啊，所以这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水冷散热呢，它会持续成长的原因哈。那另外这个惠达的 GB 两百。 它的 d d p 啊、哦、超过一千瓦哦，<是 S 1> 而且呢，因为它的空间有限嘛哈，你你不能说设计一个那个那个机柜的它的这个伺服器每一个那一个 U 一个 U 一层一层之间的空间不能太大，哦、<对>嗯，太大的话就要浪费空间，所以那那这个就用水冷散热哈是比较好的解决哈、哦，所以这个水冷散热会持续的增加，就是这个原因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个。 呃，关键零组件啊，水冷板呐、啊、<是>分歧管呐、啊、啊、呃、冷却液分配装置啊，这,这些都是台湾厂商他们的强项啊。啊、哦呃，就是包括启宏、双红啊、立志啊、广运呐、啊、哈<对>高丽啊，这些都是他们强项。哦，那我们来看这个资料中心，它的散热市场呢，呃，到二零三零年的时候，每年的复合年均成长率呢可以十七八。哦，所以所以这个十七八这个成长的效率，嗯、呃，速度呢非常非常快。 就比方说这个散热市场呢，它的规模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哈，就是从一百八十六可以成长到五百六十、一亿的美金哈，所以这个呃，而且台湾是七成的这个散热的呃供应商呢，都是在台湾哈，所以对台湾厂商来讲，绝对是一个优势哈。好，那那譬如说呃 CDU 啊哈，这个冷却液分配呃单元哈，它占整个的这个呃伺服器的这个成本呢？ 大概有五成哦，所以那这个台湾的厂商呢，包括呃这个广运啊、双红啊、高丽、台达电这些都会做，所以他们当然希望越往这个越高单价的这个零零件去发展越好，<是>那他们这样获利可以获利更大哈。哦、对，好，那呃整座资料中心有两层的电力用来降温，哦，哦那一冷技术一采用以后，电力可以减少一半以下，哦、所以一冷。 是非常好的哈、哦，而且一冷的毛利率呢<好>可以达到四成，是啊啊，比原来的这个十十呃这个十八到二十八呢好很多啊，所以大家都希望往这边来发展啊。好啊，那这是一冷散热股哈，<看>啊是啊。那我们来看第一季啊，今年第一季这个一冷散热概念股他们获利哈、啊，像建策哈呃赚了呃、啊、半个股本啊，五块<是>超过五块，双红旗红跟这个建准呢。 他们的第一季的呃最后存疑呢，都创了同期的新高，历年的同期新高哈，<哇>所以表示说，哎，这个一冷三热呢，这个是非常不错啊，提升、嗯、提升他们的营收盈余哈、啊，对，好，还有这个呃泰硕啦、元山啦、哈，还有励志呢哈，他们表现都也还不错哈、啊，好，好<红>那我们来看一些个股啊，双红，双红它是呃台湾里面呢前两大的这个。 呃，散热模组厂啊，它<是>的产品非常的完整，包括散热器、散热片、散热模组、散热导管啊、嗯呃，而且呢，它跟这个 IBM 哈、哦，十年前他们就从技术转移，对，把 IBM 的这个水冷散热的技术呢，全部学过来啊、哦，花了三四亿、嗯、哦，所以这个这个老板呢。 非常的有心哈、哦，而且有远见。啊，嗯、十年前就开始把这个布局哈。对。所以呃，从去年哇一一一一那个 AI 伺服务器一个大热门的时候呢，哦。他们就领先哈、哦。对。你、嗯、这个一一冷散的技术就领先全台湾的这个公司哈、哦。那目前的股价是在这个七百元到八百五十元之间哈、哦。嗯、对，那呃，很可能了、啊，因为它、嗯、呃。 这个第一季获利大概有四块半左右嘛哈<是>，那全年的话可能会来到二十二十块钱 E P S 啊，就二十块二十块。20块如果说现在的股价呢，那大概是四十倍啊。但是对于成长股来说呢，哦、本益比呃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成长率啊，就是说你每股盈余呢是不是可以呃用每年，譬如说两成三成的这个速度成长，这才是重要的哈。那如果说未来， 他有有希望，这个从两成三成成长的话，那他股价呢就可能再继续创新高哈。好，台大电，台大电，呃，台大店它的这个产品也是非常丰富，是多元，就对。然后甚至包括机柜，哦，啊，柜,柜都有，哦、都有哈。然后呢，高盛评估说它的散热呢复合成长率哇、哦，它比我们刚刚看的十七八要要高很多，三十三八，几乎就是两倍。对，而且未来它的营收可以达到。 海达店的十，呃对百分之十啊、哦，所以这个一冷散热呢，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成长题材，对哈、哦。嗯、所以它现在呢，股价在这个两百九十元到这个三百三十元之间整理哈、哦，整理完毕以后呢，就有希望往继续往上走啊。好，那广运呢，它是呃它的这个技术也是非常好哈、哦。嗯。那它是最早投入浸默式，对。 同投入寂寞式散热的厂商，而且经过 Intel 的认证啊<哇>、哦，那它的股价目前来看呢是不高哈，嗯、呃，不到一百元<是>、哦、所以它现在是在这个八十元到一百元之间的箱型整理哈、哦。那这个整理呢，如果它可以突破了，突破了这个九十六块呢，表示说它的股价又会来到另外一个这个境界哈，<好>另外一个箱型啊、哦，所以值得留留意哈。那立志<是>它这个是之前比较备受。 受大家忽略的哈，因为它之前没有水冷的这个产品，哦、那第二季会出产以后呢，它 <是 S 1> 今年的每股盈余高达五十五%，哦，就成长，成长率高达五十五%，哈，所以对它的股价来讲呢，会有一定的激励哈、哦。那目前是在这个一百六十几块、一百七十这边相信整理哈、哦。那如果说整理完毕了以后，就有希望呃来到这个一百八十这边哈、哦。好，好，爱马仕科技。 它是一个最纯的 AI 概念股哈，那 <AI> 它的营收有五成都来自这个 AI 啊，哦嗯、那目前的股价是在呃三百二十啊到这个四百之间进行整理哈<对>、哦，那这个呃只要它在这边整理呢，那如果说未来呃股价转强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来。 在测试这个四百元哈。好，好在我们得到人民毛吉泡价之前呢，拿出你的手机扫描频道的 QR code，才不会错过每日市场最新的潜力黑马股哦。你的留言跟暗赞都是老师解盘的动力哦，不要吝啬。好，好，<laughs> 那我们一直在讲聚集 KY 哈。好，那聚集 KY 呢，就是说，诶这个中长线呢，因为这个呃主力呢，好像持续在持续在没有没有没有把这个股票出掉哈。对。<Okay. S 1> 所以，那、呃、中长线来看呢？ 仍然可以注意哈，那目前是在这个七十几块这边整理啊，整理不破不跌破七十块呢，是仍然是一个这个相对强势哈、啊。那整理完毕就有可能再来到另上上对，嗯、另外一个箱形哈、啊，艾姆艾姆勒哈，艾姆勒就是它本来是做汽车、嗯、电动车汽车晶片的那个散热的哈，啊、是现在要呃市场传言说它转转行哈，呃、啊、转转变变成这个 AI 伺服器的。 散热哈啊，所以如果搭上 AI 的话呢，那它的股价呢可能就会翻两番哈。目前相对强势哈，来到这边五十块这边，在这边整理。如果可以突破五十块呢，那会转得更强哈。啊蓝天蓝天哈，天昨天我们跟他讲，对，我们昨天讲说它是这个 AI AI PC 的概念股嘛哈，对，AI PC 概念股，然后。 昨天它的股价是来到这个箱形的上缘，那今天就突破哦，今天突破非常强哦，因为它还有台北双子星的大楼，是这个百分之五十的股权，对哈，哦、这个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呃想象空间哈。对，那这个而且它净值有七十几块哈，所以呃相对的它股价相对现在是相对便宜哈。好，好那讯州。啊<州>，这是一个低价股哈，那它是做这个网通的概念。 哦，那现在只有不到十八块哈、哦，哦、那目前在这边箱型整理突破啊、哦。那如果说还可以继续站稳这个十七点五那就是股价会呃更强哈。好，龙德兆龙德造祥是我们之前之前也一直在讲的哦，<对>它的技术非常好。是量的对，之前非常好，呃，它的技术非常好哈，就是说我们看它是之前在这个一百一到一百二哈，那今天突破了这个一百二。 哦，所以一百二，所以就有希望直接来测试这个一百四十哈。一百四十如果可以突破的话呢，嗯、那它又会来到另外一个这个箱型啊。好，那华讯这档呢是呃，它是做这个音效晶片的呃领导厂商哈，全球 IC 设计哈，音效晶片。<对>那因为 AIPC 的这个换机浪潮，换机浪潮哈，带动整个音效晶片需求哈，所以那目前的股价，因为它从这个高档回来。 已经整理了一段时间哈，那目前就是，呃，在五十块这边呢，又整理了两两个多礼拜哈，嗯、拉出一根长红，<是>所以这个呢，呃，股价短线呢就，也就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短底出现哈，是，那可以继续再往上再走一段，好，好那以上呃基本面选择好股。 啊、呃，技术面挑对时，就可以获得比较高的利润。好，感谢老师今天精彩的分享。如果你也不想错过标股，就一定要加入老师的 LITE 哦。要你鼓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拜拜 本公司以往绩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汕岛市，我们就来看看汕岛市附近的路人都在听什么歌吧。哎，同学，同学，你下耳机里听什么歌啊？我在听这个。哦，订阅理财周刊频道，我也很喜欢这个哎、欸，太<的>有 sense 了吧！拜拜拜拜。我不能再面？好。Oh. 按赞、订阅、留言，跟我一起轻松理财。